这是空宝石馆的2.1馆，这边都是一些圣诞的装饰品，圣诞树摆件儿，基本上也都是中国的厂家。这是俄罗斯本地的企业。Давай сразу на вторую линию.这边基本上都是俄罗斯本地的经销商。中间那一部分大部分是中国的企业。这个不知道过海关好不好过。2.2馆。2.2这边也是一些生活用品。这边是义乌小商品。